Fair Ranch 爆乳新娘随波有绝技回送。今天娶进小八岁的美娇娘 Vivi 在六福皇宫举办婚礼，席开60桌。生米好，生米招待大家哈！哎呦，新娘的软实力惊人啊，新郎一整个喜色眉梢啊！马上，不要伸舌头啊！我们要优雅，真的那么老婆穿那么性感，然后再一次恋爱的感觉？有。就是呀，不晓得他这么性感，对，我觉得接下来日子会很舒服了，对。什么意思？他有他自己的方式来让我很开心，让我很快乐，对。哦，呀，绝对。喂，我你还没完呢，就已经想进洞房啦。最头痛的部分是哪？最头痛啊，我想应该是洞房吧。洞房那一刻，对，你讲对了。对，因为今天可能会被灌醉，所以洞房应该会比较麻烦。对啊，如果没有洞房的话，你不要介意。担任的当值部队有柯有伦、陈志强和周董造型师杜国章，好友周董忙着世界巡回蜜月旅行及送上影片祝福。要当一个好男人，照顾你的太太。然后那时候我跟你还有柯有伦，我拍了张照片，我跟你结婚，不是我跟你结婚，我跟你都结婚了，只剩下柯有伦还没有。所以如果柯有伦在现场的话，好不好？加油一下，好，然后找一下现场有没有什么适合的女伴。生平东城之世家，妈妈带亲戚们北上参加，堂姐秋莹现身祝福，康康也来了，婚礼还将这对前辈为男女给凑在一块儿。去年12月底就登记了，嘿嘿。我想给你一个 surprise。怎么一个 surprise 就怀孕了？肚子没凸吧？还好。没有，就超扁的耶。OK。升级的下。三个 OK 啊，像我姐四个嘛，大家都吓到。苹果的 online， 我会努力一点的。报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，这波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